亚洲时尚大赏已经展开了，这次特地邀请到日本男神坂田龙史来台参加，他要和贾静雯搭档一起担任活动大使，而这也是他回违18年以来再度登台。这次呢，也邀请到了韩国女星、性感女星泫雅登台演唱，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。称号的泫雅台上开唱，现场粉丝嗨翻。除了韩国女星，还有日本杰尼斯超夯男团 Kiss Me Fit Two 也将献出他们出道8年以来第一次海外演出，包括嘻哈新星 OZ、陈亦凡也都会带来精彩表演，更找来铁肺歌后邓紫棋担任压轴，让时尚大赏话题十足。